中华职棒啦啦队一向是球场上的焦点，不仅赏心悦目，也带动球场气氛。同一师举办 Uni Girls 甄选会，吸引众多女生报名。现场参赛者无不使出浑身解数，随着音乐劲舞，展现青春活力的一面。连前义大西京女孩成员 Apple 和侯贝也加入甄选。Hello， 大家好，我是侯贝，我是 Apple。很开心这次来参加 Uni Girls 的甄选会。那我们会再次来选，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球场的氛围，然后也喜欢跳舞，跟球迷一起为球员加油。希望可以通过这次决选之后，然后再冲回球场，就是一起跳舞这样子。我是十五号的兔宝。为什么我会来参加统一师啦啦队甄选呢？因为我很喜欢带给大家欢乐。那如果说呢，我进了啦啦队之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笑容，跟着我们一起欢乐，一起欢笑。这次甄选会参赛者除了自备自选曲卖力发挥外，球团也出指定曲考题，考验舞者吸收新舞步的即兴能力。指定曲的部分可能就比较能看出这个人他的律动感是不是真的好，然后加上他的记忆力，就是他记舞的动作会不会快速这样子。同一师人气球星高志刚、唐兆廷担任甄选会评审。唐兆廷表示，评分标准以仪态、笑容和亲和力为主。高志刚也肯定每位参赛者的表现，坐在评审席上近距离看表演反而害羞。如果以球迷的角度，就是坐在观众席上面的角度，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希望是可以看到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感觉嘛。那刚刚评分的重点还是希望就是看他们的表现可不可以带给观众有那样的感觉，有活力、有健康，然后很活泼。球团预计将选出六名新团员加入，重新整编后，希望能带给球迷不一样的感受。中央社记者张新伟报道。